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会参与 Islamic Relief Malaysia 的这个慈善机构呢？其实呢，这个慈善机构它不是一个宗教性的一个机构，反而呢，它是不分肤色、不分种族的去帮忙。其实啊，很久以前呢，他们已经开始去帮助很多的印度人啊、华人啊，所以趁这一次的新年呢，我们想推出这一项的慈善的捐款化活动，也就是 Share the Joy， 希望这一次的筹款可以帮助到，尤其是在这个疫情当中，很困难的一些马来西亚华人，所以也希望在这明年当中呢，希望可以带更多的好运、吉祥还有安详给大家。来吧，和我一起苏盈芝 Share the Joy， 一起做慈善吧。